4月12日嘅娱乐小奶妈，我系你嘅节目主持潘小文，仲有我嘅拍档小喇叭。嗱，今日呢一集咧，我哋都系录播嘅，因为我同小喇叭咧，7:03嘅时间都有啲忙啊，咁所以请多多见谅。喂，咁我哋漏咗，记住订阅我哋呢一百 channel 啦，记住 like 我哋嘅节目啦，记住留言啦，建设性嘅留言，咁啊再俾个分享我哋就 very good 啦。好，第一单新闻。好，第一单呢就讲下我哋电影界啦。咁呢话好高兴就係呢个77届康城电影节啊，咁就喺网上呢宣读咗呢个入围名单。咁呢香港啊，哇，隔咗成11年啦都冇试过呢有电影係入围呢午夜展影单元啊。咁呢套戏係咩戏呢？就是由古天乐啦、林峰啦同埋任贤齐咧主演嘅《九龙城寨之围城》啊，咁啊虽然咧今次入围呢一个展映单元咧就唔系竞赛类别，即系冇奖去攞嘅，咁但系咧即系因为隔咗咁多年都冇选过呢个港产片入围啦，对上一次咧已经系2013年嘅《盲探》啦咁样，咁啊古天乐知道之后咧，当然好开心啦。咁啊，就话证明咧，香港嘅动作电影咧系可以打入国际舞台嘅。咁希望咧呢套电影咧喺各地上映嘅时候都有好好嘅口碑啦。咁啊，林峰当然都系好开心啦，就话好感恩可以有机会去演呢一套戏。咁亦都希望可以继续咧拍多啲咁认真同埋高质素嘅电影啊。咁啊，之前咧，我即係以前我都成日睇港產片，一有港產片呢我就去睇嘅，一上畫就咁。但係嗰時呢好多人就話啊，乜你咁傻㗎，你俾咁多錢，即係你睇戲大家都俾咁多錢，點解你睇港產片唔睇荷里活呢咁樣。咁我就覺得呢句說話好唔啱嘅，即係我哋香港人都唔支持香港電影業，咁邊個支持呢？咁好快就消失㗎喇喎。你个朋友当年讲呢句说话呢又唔系冇道理嘅，因为香港嘅电影都曾经系几粗制滥造。不过呢即系自从即系我諗系由大约系2000年开始啦，即系香港嘅市道曾经系因为俾啲翻版打残咗㗎嘛，咁大家都揾唔到出路，咁結果呢就轉型就去到國內呢，即係同國內嘅單位就合拍。咁但係事實上國內嘅單位同埋香港嗰個電影幕後或者係啲娛樂圈入面嗰啲邏輯思維呢，即係始終係有啲分野嘅。咁所以即係當然我講緊我哋國家嗰啲即係電影嘅科技啊都好勁啦，你見到其實國內都好多科技嘅大片都有上過畫嘅。咁我哋香港其實都要不斷咁樣轉型。最早做轉型嘅我諗係即係真係大展拳腳搞呢個幕後科技啦，應該係古天樂。因為佢呢喺疫情嘅時候呢就收購咗好多一啲本地嘅小型嘅電影製作公司。然後呢你記住喎，即係呢個疫情期間呢，其實好多公司都係搞唔掂，即係連糧都出唔到。咁但係古仔嗰段時間呢就養住一班我哋香港電影即係做AI 製作嘅一啲人啦。咁而家佢疫情過咗啦，咁呢班人其實都仲有繼續幫緊古仔做嘢。咁亦都因為咁樣呢，你會見到古仔佢做嗰啲嘅嗰啲節目嘢呢係特別成熟㗎。即係嗰啲 AI 嘢，即係佢之前明日戰記呢就已經係小試牛刀啦。咁佢嚟緊呢仲有一啲同呢、這個即係太空科幻嘅電影有關嘅戲呢，就但而家係籌備緊㗎。以我理解佢呢套戲都已經籌備咗4年，都仲未正式拍。你諗下到正式拍嘅時候幾不得之了。事實上佢自己呢都儲埋好多貨仔嘅，即係我就覺得唔能夠淨係用即係香港電影形容古天樂嘅電影嘅，即係你如果用亞洲區嘅電影形容佢嘅電影呢就會恰當啲啦，係啦。
好啊，咁啊，喂，仲有咧，就系咧，头先讲咧呢个金像奖啊，我今日咧，行过呢一个文化中心，我都见到有嗰啲 banner 喺度啦，系，系啊，因为有嘢，因为唔系啊，因为今年金像奖咧，都好多嘢尘埃落定啦，咁啊，嗱，女配角大熱，梁雍玲啊，好似我叫梁雍婷吓，佢就以一个大熱姿态咧，就频频接受访问啦。但系咧，即系啲人都似乎咧就忘记咗啊，今次女配角仲有个金燕玲。咁女主角咧，我自己咧就继续系贴白日之下嗰个叫乜鬼嘢，噏到嘴边咩婷啊，死啦，如。唉，死啦，真系大剂啊！我都突然之间唔记得咗啊！唔紧要，但系我其实想讲嘅，即系今另一个男主角嘅大热咧，其实阿吴康仁。不过咧，就听到啲未经证实嘅小道消息啦，就可能因为佢呢、這个即系出生地嘅身份咧，就令佢有机会。余香系啦，头先讲嗰个女仔就叫余香凝啊，咁余香凝就好大机会攞女主角噶啦，即系睇个势都似。咁至于吴康仁咧，就系、是、因为佢即系佢个出生嘅地方嘅问题咧，就有机会咁样攞唔到个男主角吓、啊。我唔能够证实系咪啊，因为呢啲始终系到颁奖嗰日先知，但系而家。颁奖礼前嘅呢个时间有啲风声传出嚟咧，咁我就觉得有啲对佢唔系好公道咯吓、啊。但系又有啲嘢你又即系好知道系搞错咁都得，咁但系系真系会发生嘅吓。咁、啊、都冇办法啦。但系希望有奇迹啦。即系如果佢真系做得好嘅，我觉得应该系俾翻做得好嘅演员嘅，系啦。好啦，咁啊好啦，继续讲下呢个电影啊，定系我讲下我啱啱见到咧？我而家咧咪同小文喺度做紧节目嘅，我喺街啊嘛，我啱见到少爷尖系个女仔拍紧嘢喎，咁喂，我啱影咗相俾你睇唔睇到啊？我见到抱住个靓妹喎，系啊，个女仔你见唔见到？系咪陈柏宇个老婆嚟噶？我唔系好睇到系咪陈柏宇老婆啊，但系就好明显，大家系唔系我而家好明显见到就系、是、成班人喺度开紧工咯吓。我觉得咧应该系做紧啲真人 show 嘅嘢，可能系咧帮阿陈柏宇凑仔啊，因为我知道陈柏宇系住喺呢度嘅，咁跟住就见到阿少爷尖抱住我，应该系陈柏宇个仔嚟嘅。是唔系女嚟噶嘛？仔嚟嘅咩？长头发嘅个女啊咁，唔系我系咪系咩？我睇唔到啊！不过系啦，人哋拍紧嘢，你咪鬼理咧，做翻我自己嘢先啦，死嘢系继续系喎，扎边嘅咁系，条友仔爆咗佢哋拍个真人 show， 咁啊好啦，继续讲啦，咁啊讲下呢、這、一个。影咧，头先讲紧，咁啊，讲下郭富城啦。哇，郭富城真系做到只狗咁啊、因为佢系饰演一只狗嘅。咁咧，佢就有套电影啦，就叫做《来自汪星的你》啊，就喺内地咧上映嘅。咁佢咧就去咗北京，咁啊，做宣传，因为咧就话哇，而家内地票房都要救亡啦，咁所以佢哋咧就走上。咁啊，做直播咁样啦，亦都开咗成个钟头直播宣传啦。咁咧，佢啊讲起咧呢一套戏咧，我觉得佢今次做呢套戏咧，应该会好似饰演翻自己咁，应该唔使点样咩演技。我唔系话佢似狗，而系咧呢套戏咧系饰演一个爸爸。咁佢就有个女啦。咁呢个爸爸咧就即系个女未长大嘅时候咧，佢就已经离开咗人世啦。咁然之后咧，佢咧就化身即系成为一只狗仔，就陪伴个女一路成。
獎咁樣，咁所以應該係好催淚，同埋都係做翻自己。咁啊，佢宣傳嘅時候咧，佢都忍唔住喊喎。不過咧，就唔係諗起個女，係諗起自己嘅媽咪咁樣。咁我見到啲報道咧，都有佢同佢媽咪影相啊。咁我見到佢都幾似佢媽咪喎，係啊。唔係阿郭富城不嬲同佢媽咪個感情係好好嘅，咁嗰陣時阿、郭富城即係仲喺 TVB 訓練班嘅時候咧，即係佢媽咪為咗照顧佢咧，真係不辭勞苦，即係因為佢拍戲有時好夜先收工，好早就出去，佢媽咧即係都煮好曬飯等佢翻嚟食咗，咁佢先至瞓。第二朝阿成成未起身咧，佢媽又起身整嘢俾佢食，咁啊成日即係擔心個仔咧就。出去做嘢咧，辛苦啊，冇啖好食。咁事实上咧，阿郭富城走红咗之后咧，即系佢真系好孝顺噶。咁啊，买喺跑马地咧，买咗一栋豪宅俾佢阿妈住。咁但系因为佢阿妈咧就中意住惯华富村，咁就唔肯搬出去。咁阿成成咧，即系都尊重老人家嘅意愿咧，就啊咁唔紧要啦。你繼續響翻華富村住啦，我哋得閒先至，你得閒先至嚟我屋企住啦。咁啊，你記住啊，成成係每個星期無論幾忙都好咧，即係都會抽時間去探佢媽媽。即係你會見到佢同佢媽媽嘅關係咧，係非常之好。咁至於你話佢今次響呢套戲入面咧，佢就唔係扮人，係扮一隻狗。嗱，而家咧。喺國內嘅電影圈嘅氛圍咧，即係你唔好以為香港嘅知名演員咧就係、一個優勢，因為之前啊劉德華套戲咧喺上高新年票房唔掂咧都要落畫，咁所以平時佢哋套戲上咗之後咧都唔使點宣傳就會好多人去睇，但係而家個世代咧係唔同咗嘅，佢哋會希望嗰、那個戏入面嘅主角咧，自己会现身说法去讲翻一啲即系讨好佢哋说话，即系点讲咧？要 sell 下自己呢套戏有啲咩好睇，叭叭叭叭咁样先至得嘅吓。咁你会见到阿成成今次咧，即系佢都好破例咧，就上咗国内咧就做宣传嘅。嗱，但系你问我阿成成今年呢段时间佢嗰啲嘅演技咧？我自己完全睇到系成熟咗好多。以前嘅戏咧，佢都仲系会有一个偶包吓，咁、但系自从嗰个临时劫案嗰套戏之后咧，我对阿成成嘅演技系另眼相看吓。咁、今次佢扮呢个狗狗呢样嘢咧，即系我谂都系二人发嚟嘅啫，即系始终演戏嗰个真身都系佢自己嚟嘅，佢唔系真系扮只狗吓。咁呢样大家要搞清楚，系啦。系咁啊，到时睇下点啦，有冇机会香港上映啦？咁啊好，咁啊讲完香港嘅舞王，咁啊讲下台湾嘅舞王，咁啊边个咧？就系、小猪啊，罗志祥啊，咁咧佢咧就喺澳门开 concert 啊嘛，咁啊而家唔知系咪事过境迁啦，已经咁，因为佢都即系出翻嚟做嘢啦，咁啊澳门开 show 最贵咧都要1580蚊嘅票价，咁最平咧。都580蚊嘅，就喺五月嘅时候就会喺澳门做呢场 show 噶啦。咁啊，但系咧，佢咧即系真系可能以为事过境迁，就走出嚟讲嘢，就住咧黄子佼咧嗰单嘢咧就出嚟讲，就话咧即系谴责啦，罗子佼啦，就话即系佢去买嗰啲未成年少女嗰啲嗰啲影片啊，同埋咧。即係做啲性騷擾啊、非禮啊之類嘅行為啦，咁啊都係睇唔過眼，咁啊話咧，大家咧應該有四個不，就係、不下載、不支持、不購買、不觀看，即係講緊嗰啲未成年嗰啲少女嘅影片啊。咁但係啲網民啊，梗係覺得哇，你走出嚟話人，即係50步笑100步喎、啊，而家你咁樣就係咁啦。嗱。我会咁睇嘅，咁啊小猪之前牵涉嘅一啲嘅即系绯闻啦吓，咁某程度上咧，即系都叫做水落石出吓，咁因为往后都似乎咧，即系冇人提告过佢，
咁所以喺呢个情况咧，就有机会令人咧就觉得啊，佢可能已经洗白咗、澄清咗啦吓。咁、所以今次喺黄子佼件事，佢够胆出嚟去讲公道说话。嗱，我唔知阿小朱佢之前嗰几单案最后个结果系点，事实上都冇报道出现过嘅。我睇见吓。黄子佼佢做嘅嘢系真系值得令人去反思嘅。点解咧？因为等先啊 ，sorry， 因为阿黄子佼做紧嘅嘢，同埋佢做咗嘅嘢咧，系影响紧一啲心智未成熟嘅小朋友。嗱，唔系年轻人，系小朋友。佢做嘅每一样嘢，对一啲好幼嫩嘅小朋友，佢造成嘅伤害咧，系好大嘅。所以即系你问我小朱嗰个情况就系、是、佢即系佢同佢闹绯闻嘅对象，即系都系相对叫做年纪大啲，成年咁，即系16岁以上噶啦。咁16岁以上嘅人咧，都有自己嘅一个判断力嘅，但系而家黄子佼骚扰紧嗰啲系呢个年纪以下嗰啲，或者更细，即系佢做嘅嘢系好系更加可笑啦，即系冇最咩冇最可耻最无耻啊，只有没有更咩。没有更无耻，只有最无耻啊！吓，即系类似嗰啲说话咯。只有更无耻系嘛？系啦，系啦，系啦。即系而家黄子佼做紧嗰样嘢咧，基本上系人人喊打嘅吓。咁小朱虽然俾人感觉就有啲五十步笑百步，但系对于黄子佼做嘅嘢的，而且确系需要去谴责嘅吓。因为佢真系搞紧啲小朋友啊！吓、啊，即系呢样嘢对佢哋将来嗰、那个人嘅成长嘅心智咧，即系都会有好大阴影。我自己觉得台湾嗰边咧，即系台湾省嗰边咧，即系对阿黄子佼嘅惩罚咧，其实已经系好轻手，即系对呢啲人咧根本就不能留情，因为以我嘅理解，佢哋系一定会有嗰啲叫咩重犯嘅机会。我唔信呢啲人吓。嗯，最惨系佢老婆咯，我觉得老婆都俾人闹。老婆已经系冇办法，唔系俾人闹。阿黄子佼个老婆，佢可能真系唔知佢老公有啲癖好，但系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咁嘅事咧，即系佢老婆其实都真系要认真去处理呢件事，或者。佢作为阿黄子佼嘅太太，佢冇嘢处理到嘅原因就系呢个系佢老公吓、啊，即系佢可能最多只系选择离婚，但系离婚系咪唯一处理解决呢个问题嘅方法咧？又未必。咁所以我觉得佢老婆都系好痛苦嘅吓。咁、啊、希望佢两位快啲处理好件事啦吓、啊，尤其是阿黄子佼啦，即系唔好再点讲咧？即系佢而家呢个情况。佢冇可能再喺呢个演艺界立足嘅，认真啊！就算如果俾佢立足，佢都应该系一个危险人物嚟嘅，系啦。系咁，我哋睇完啲坏榜样，我哋睇下啲娱乐圈嘅好榜样啦。咁咧就吴浩康啊，咁咧佢咧就喺铜锣湾咧就出席呢个记招，咁系一个歌唱比赛嘅记招嚟嘅。咁咧佢咧就做呢一个表演嘉宾啦。咁咧就记者访问佢，佢话：，喂，你而家咧咁多 job 啊，吴浩康，咁你会唔会放低你地盘工作啊？唔做地盘啦、啊，咁样。咁佢咧就话：，唉，唔够胆啊，花无百日红啊，何况而家咧只系有啲话题啫，所以咧就唔可以放弃工作嘅、只可以兼顾啦，同埋咧算系开始咗新嘅事业啊。做埋判头啊，就难得遇到好人啊、贵人啊咁样。咁啊，记者问喎，咁啊，你老婆咧？你老婆有冇投诉你冇时间啊？
咁佢就话唔会，因为用咗好多时间陪屋企人噶啦，时间安排上咧就比较辛苦嘅。咁我都好挂住太太同埋个仔啦，唯有瞓少啲啦咁样。咁佢就话即系嚟紧都会开 show 啦，咁啊亦都有粉丝咧就提议去英国开 show 啦咁样。咁佢就话其实香港开 show 咧就紧张啲嘅。即係反而去外地啊，冇咁緊張嘅咁樣。佢啊希望咧可以喺香港揾個大啲嘅場地再開 show 咁樣咯。唔係香港，阿 Deep 係講得啱嘅。喺香港揾地方開 show 咧係好艱難嘅。因为大部分嗰啲大嘅场地呢都係康文署管，咁康文署对于而家演唱会嗰个审批呢係比以前严格咗10万倍㗎、啊、即係样样嘢呢，即係一粒螺丝啊，即係一粒钉啊，佢哋都要有晒数目，即係係真係搵合资格人士逐粒逐粒同你检查。咁、啊、仲有就係、是、演唱会嗰啲批文啊，即係佢都会好睇啊！嗰啲人啊，即系本身佢哋嗰个啊，即系政治取向啊，以至到佢哋嗰个啊，即系嗰个钱足唔足够，先至批场地吓、啊。即系你冇翻一间金漆招牌嘅公司做 backup 咧，基本上你攞到期嘅机会系好难好难吓。咁啊。同埋即係頭先講到啦，即係阿 Deep 呢，即係佢嚟緊其實佢都會喺呢、這個澳門啊，咁我開演唱會嘅。嗱，我自己會咁睇啦，阿 Deep 呢就係真係爭氣嘅，真係生性嘅、啊。即係之前佢同佢太太為着嗰個同佢一齊夜晚唱歌嗰個女仔呢，咁鬧到好不愉快。咁啊吳浩康啦亦都盡咗做男人嘅責任，咁啊向佢太太承諾咗即係有啲嘢。咁然後呢你會見到佢真係好踏實咁樣去地盤工又好咩都去做。啊、即係佢真係盡顯咗一個負責任嘅男人嘅骨氣出嚟。咁所以即係你会见到一个争气嘅人呢就会得到别人嘅支持同赞赏啦。咁你会见到话而家佢仲做埋呢个判头喎，判头咁收入就已经唔同咗㗎喇。咁希望阿 Deep 呢都继续努力。咁另外我想讲嘅呢就係阿 Steven 啦。咁阿 Steven 佢个仔仔大仔呀最近5岁生日。咁阿 Steven 呢即係都有去同佢嘅仔仔去庆祝生日啦。即係讲返呢个人啦，即係最近又冇乜佢消息。咁但係你就会见到喂佢终于肯返出嚟做嘢喇喎。嗱我会咁睇嘅，即係如果大家真係见到阿 Steven 开工嘅话呢真係唔好埋去踩佢两脚，即係俾多啲鼓励佢。因为即係嗱最初佢嘅任性生咗四个，即係同阿文文生咗四个小朋友。咁佢都即係经历过啲嘢，咁即係糊涂过，又而家又肯企翻身嘅时候呢，即係我都呼吁大家啦俾多啲鼓励佢。因为照顾四个细路，咁其中两个可能係仲係有啲问题嘅时候呢，即係对父母嚟讲呢都系一啲好无形嘅压力嚟嘅。咁希望大家呢即係都唔好太过 focus 喺佢度，咁但係可以俾啲鼓励佢，等佢哋知道呢，即係其实作为人父母呢真係咩情况都好，即係生得出呢就要諗辦法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嘅小朋友。唔係我见到佢阿 Steven 能够重新起返身去派传单做咩都好啦，即係起码佢会企起身先啦。同埋我见到佢同佢仔仔庆祝生日嘅时候，佢讲咗句说话。其实我觉得难过，但係我亦都感受到佢係知道自己做緊乜，发生緊咩事。佢就同个仔仔讲即係唔好好似爸爸咁失败呀咁样。嗱我諗冇一个父母想咁失败嘅。即係只係有啲时间有啲际遇。当然你以前做过一啲嘢俾人扣咗分，咁咪争啲嘅。不过都系嗰句啦，边度跌低边度起返身。只要你有
有干劲，你愿意行嘅，咁支持你嘅人都会继续支持你，吓唔好放弃，千祈唔好放弃，因为你有四个小朋友咧，系需要你去继续带领嘅。OK， 系咁啊，讲埋另外一个爸爸啦，咁咧就系黄冠中啊，咁咧佢咧啱啱就举办嘅一个个人展览啦，就展出咧20几幅自己嘅作品，咁啊喺开幕礼上面咧。就帶埋老婆朱茵同埋阿女喎黃茵一齊喎，咁啊見到有啲網友咧就 upload 咗佢哋三個人嘅相，咁啊令到咧11岁嘅女女咧就曝光啦，咁樣咁啊見到11岁都幾高下喎，咁啊有即係同阿朱茵差唔多高噶咯喎，已經咁啊差唔多高，雖然朱茵就唔係好高，咁但係望落都150左右啦，咁啊150，11岁算。咁啊，但系咧，佢个样咧就备受关注啊，因为咧阿朱茵咁靓啊嘛，咁啊大家以为喂生个女会唔会好似朱茵啊咁样，点知原来似爸爸喎，咁啊只眼就似爸爸。嗱，我就会咁睇嘅，即系细路女，咁啊仲嗱，而家佢啱啱先11岁啫嘛，咁应该仲有好几年嘅成长阶段嘅。嗱，有句说话大家都要记住，女大十八变啊，即系而家个样可能即系大家就觉得啊，好似同妈妈争啲，咁但系即系。当一个女孩子去到某啲年纪嘅时候呢，咁佢自己识打扮啊，即係去为自己做返啲嘢，着返靓啲呢，咁可能就已经系变成另一个样。咁我觉得啲网友又冇咁衰囉，而家即係一开口埋口话人哋唔似妈妈啊咁嗰啲。我觉得佢眼神同埋佢个气质呢系似佢妈妈嘅。样嗰啲，我头先都讲啦，女大系可以十八变噶嘛。咁嚟紧嘅时间，喂，仲有9年、哦，咁所以大家静待啊，丑小鸭都会变天鹅嘅一日。OK， 冇错。咁啊，因为你讲开呢样嘢咧，令我谂起咧，阿严明熙咧19岁生日，因为佢都系女大十八变嘅，即系而家佢。同佢細個，因為有啲 fans 都 upload 咗佢細個啲相，咁啊，即係一睇咧，又真係覺得係同而家即係真係靚咗好多啦。而家又高啊，又瘦啦，同埋佢五官都係端正嘅。咁啊，細路女即係18無醜婦啊嘛，咁啊都係靚靚女女嘅而家。咁所以我覺得將來黃恩都應該係會靚嘅，識得打扮之後。咁啊，一定会靓噶。你谂下佢阿妈靓到氹氹声，你觉得佢个女会失礼咩？虎父无犬子咁，即系咩无犬女啊？即系靓妈无犬女啊？系啊，系。咁我见到阿严明熙生日着咗套公主装啊，如果唔靓咧，着公主装咧。就会令我想起以前吴卓羲同埋欣怡嗰一单啊，咁好彩我又嗱，我觉得嗰阵时咧，即系吴卓羲同欣怡嗰单嘢咧，某程度上系大家当时未接受到欣怡，所以就有嗰啲咁嘅即系负面说话。你谂下，即系经过咁多年啦，欣怡啊，即系凭住自己嘅魅力啊，都行到今时今日。女神呢一步啦，系咪先？咁所以我都唔好咁睇小每一个你身边嘅女孩子同女人，系啦。系，当一个女人要强大起上嚟咧，系不得之了嘅。OK， 系。最尾一单我要送上呢个小喇叭特选嘅新闻啦。咁咧就系咧呢个墨西哥啊电视台啊。就播放咧8号嘅时候嘅入泉食嘅报道，咁咧呢个入泉食咧即系有啲镜头就我唔知佢边度揾啲镜头嚟直播啦，但系直下咧就直播咗一个男性嘅性器官啊，就喺个入食隔篱，唔知点解，咁啊仲要咧即系呢个电视台系新闻报道嚟嘛，直播嘅新闻啊嘛，咁咧就见到咧。嗰、那個鏡頭突然間一轉咧，就有一個即係都係入食緊嘅，咁但係咧喺個
日食嘅镜头嘅左上角咧，突然之间咧出现咗一个男性嘅高丸，并且咧周边咧就有啲毛毛嘅，咁咧就令到人哋一睇就已经知道嗰嚿嘢系咩嚟噶啦，咁样，咁啊跟住咧电视台咧就即刻将个画面中断啦，就影翻呢个 studio 入边嘅 anchor 嗰个主播咁样，但系个主播咧都已经佢样话，哇好震惊啊！究竟点解会无啦啦导演吓，我、啊、有啲咩镜头啊？做咩俾条？我睇啊，咁样就系咁啦。嗱、我会咁睇啦，即系通常响呢啲咁样嘅大嘅天文现象，唔系即系呢啲活动咧，系啲外国人咧，即系好兴响呢啲地方咧搞搞震啊。咁你会见到我哋啊、即系中国人地区咧就好少呢啲嘢，因为大家都觉得肉酸。咁喂，好啦，嗯。好啦、啊，我今日就喺度完结啦。系啊，我仲要开会啊。好啦，拜拜，拜拜。